係妖怪嚟咁就扯斷曬啲扭扭腳，就跟住扭甩埋佢個頭啊，咁就好慘。这算是我第一次挑战那种很夸张的演法，就是他杀妖的时候他是会有一种快感的。他们两个的这种感情，其实是在我读剧本的时候我就很感动。这个剧透，还说不爱我？跟以往大家印象中的唐僧是不一样，是一个很喜剧、很喜剧的一个人。在我这边自己干好吗？妹妹，我只是承受忍受而已。这次是这个样子。是没有以前的孙悟空帅，关了500年嘛，不如我们就现实主义一点。那在这里边也有很多喜剧的点，还有喜剧的场景，很多的方式方法是周氏的、周星驰式的喜剧。好。